哎，你这个切都很大块，而且目前各位报告一下，他已经刚不是两块吗？对啊，他现在一块啊，已经快要吃完。对哦，现在几分饱了？还没有感觉，还没有感觉哇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家 FHN 男人帮的大胃女王特派员。对 ，FHN 不是做。对啊，怎么会？还有大胃王，吃掉一个小姐还是怎样？还有另外一个领域，另外穿很少吃，没有穿蛮多。三公斤的汉堡，30分钟可以吃完。2017年日本邀请辣妹真根录制排骨饭，大胃王你的第二名啊？对，哇，奇怪，就是你们这种，怎么了？瘦子都很会吃。对啊，哦，吃不胖哎。而且那个大胃王是前一阵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11月的时候，哎，还有我们制作人他家的牛肉面，好吃哎，哦，对对对，听说那个真根吃到流眼泪，说太好吃了，然后死都不走，然后被打走，人家很有名啊，哇，牛肉面那么好吃啊，就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大胃王的照片，哦，哇塞，真的是，哇，就是这比例，这个是多少？72，我看你也才140盎司吧。哇，你很瘦，请问你几公斤啊？42公斤。哇塞，42公斤，你吃得完这个？你要吃多久？这个吗？因为这个筋比较多，那时候大概吃50分钟。50分钟，一般女孩子大概是吃6到8盎司就吃饱了，差不多。嗯，70几，阿姐吃70几。七十几，哎，那如果遇到筋是可以不吃的吗？他规定要吃完，而且他不要让我换刀。对啊，还不换刀哇！我觉得刀很难吃。如果是丁骨牛排，连骨头都要吃掉。对，三句，对吧？你大胃王要推上牛头，挂掉牛牛才下牛角。哇塞！自己全部啊，全部。呷哺呷哺啊！嗯。哇，你们家族聚餐哎，你一个人聚餐才有的，你一个人超越了。对啊，你这个太恐怖了。这有几只？这几只？50只以上。哦，50只虾。不是，你是女生，你需要这么多的这个灵感什么？那这样子大概花多少时间？大概1个小时。谁敢跟你结婚？对啊，被你吃垮了，一条腿不见。我们刚刚被吃掉。长江啊！哎，请教一下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可以吃那么多东西啊？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只是比一般女生很会吃一点，然后有一次我就去谦虚了，这叫一点，这个太 over。有一次后来，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发现一间美式餐厅在办一个就是大胃王的活动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去挑战一下，结果我就成为店里第一个成功的人。哦，所以但是你那是有很撑很饱吗？没有，我就是吃完之后还吃别人的炸鸡，吃别人还吃不够。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这么会吃？比如说有时候小时候就开始很会吃，就是我从小时候就发现我蛮会吃，就是吃的比一般，但是那个只觉得比人家多一点。对，好了，没想到现在这么厉害。那你10岁左右的时候可以吃几碗饭？我不记得，但我有把电锅吃完。把电锅吃完，把电锅给停了。丁小雨啊，那我想请教，就是刚刚那个，就比如说那个猪牛那个，吃完之后你是像我们一样吃了不能动，还是觉得还好？开心，开心。所以基本上你吃东西是不会有饱的感觉。会有饱，但是就是你会觉得很开心、愉悦。你有饱过？你瘦成这样？我有饱过啊。你是不是有一条管子这样子？那从外面一直出去，没有。其实我吃少量多餐嘛，我就吃一下子我就饱了，可是我很快又饿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一个月伙食费最夸张多少钱？大概4万。四万，一个月的吃饭薪水。而且我不是吃很高档的东西哦，吃那种就比如说卤肉饭、小吃、黑白切面什么的，吃4万。对，4万。那你等于一天要吃1000多块，1000多块，对，哇塞，因为我早餐就可以吃200-300块啦。而且他过年要回家吃团圆饭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他一坐下，他妈妈弄一桌菜，他还跟他妈妈说：“你怎么只用了1人份？”没有，他妈妈一坐下说：“哎，这一桌你的，我们坐隔壁。”那你都不会胖？就是目前吃不胖，但大家都跟我说你一定有一天会变胖。结果你看那小子没有，好像完全没有，完全不会。你有没有去身体健康检查过？有，我每年都有在医院健康检查。医生有没有说什么？就是他就说能吃就是福，不好吗？你都很好啊，你很健康，都没问题。
他说都没问题，是有六个胃，胃比较大，有六个胃。哎呀，这种就是命啊。嗯，是对，你看他如果吃到他自己喜欢，像我们吃一碗面，还想再吃，但是对、不行，对，真的罩不住。但他就再三碗，太酷了。哇，那个腰部以上的内脏全部都是胃，心脏一小个，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直肠。对，你们在讲妖怪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你吃快炒可以赚10000块，之前我就去碰。快炒店点了大概20道菜，嗯，然后他们就说你不要点那么多，你这样很浪费，你这样吃不完。店家说你浪费。对啦，跨里跨里姆，结果然后他就跟我搭档，说你吃完我给你10000块，嗯，我就吃完了，他就给我10000块。他现在哭吧？他还给你哦。他吃到最后，你看那个人已经在流眼泪了。哇，10000块，哭了。20道菜才多少钱？2000多块。2000多块。哇，你倒赚呢？对，我赚了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我结婚了。你老公对你这样子吃有什么想法？我老公吃很少，他都会把他东西给我吃。他跟你越吃越少。他跟你结婚的时候，他知道你这么会吃吗？他知道。哦，那他真是真爱。真的。那你有小孩吗？还没。哦，还没。那他是开什么？开牧场还是开？你牛卖卖？不卖不卖。我看来要吃的人神经病，谁要卖你牛啊？后面还养猪哎。哦，那边一池的虾子啊。万一你小孩子将来会不会跟你一样这么会吃？没有，而且大家都说，那万一我怀孕的时候又吃这么多，小孩有空间成长吗？没有，你生出来小孩会不会10公斤啊？因为吃太多，营养都被你吸收完。哇，厉害，这个哇，10000克哇。你最喜欢吃什么？你最最最喜欢吃？我最喜欢吃就是火锅的肉片。那你去日本玩，你很开心？很开心，我都一直吃国产牛。你在日本如果去那种烧肉吃到饱，哇塞，又看到一票日本人在哭了，这是哪国人啊？但是我之前有去大阪，就是吃海鲜冻，然后也是吃完免费，然后因为太大份了，好像2公斤。就免费没吃完，2公斤甜的，2公斤对你来说是小 case 海鲜。他现在在日本海关有照片，海陆关都不进。吃到饱那都有他的那个照片，进进进。对，好，那个今天我们因为投你所好，我们准备了110盎司的一个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到底多大。来来，这像是喂老虎。哇哇塞，这个这是动物园吧？动物园才有这个。我们生活中也很少看到这么大块牛肉。对啊，这是喂食秀。这个比例是只有卡通里面才有。这个很像公园的那种岩盘步道。真的。哇塞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就开始录影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录完，看你能吃多少。我们大概也会录个40-50分钟啊。好，加油！好 ，Oh my god！ 真的在岩盘浴的那个，我们节目是娱乐的，好，好不好？不要出事哦。你有这么多人看你这边吃过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哇，目前没有。这边上来围起来，会吃不够吃我们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他吃一只，他喊的一个字，我们要跑。开始说，我开胃啦！他开始吃了。那麻烦您慢慢享用，要准备水喝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欢迎，欢迎，谢谢。哎，哇，为你插播一则快讯，第二现场，哇哇哇哇，哎，你这个切都很大块，而且目前各位报告一下，他已经刚刚不是2块吗？对啊，他现在1块啊，已经快要吃完。对哦，哇，非常厉害哦，我才访问一位，他就1块吃完了，消灭了一半，怎么样？现在几分饱了？还没有感觉，还没有感觉，哇，那我们再接再厉，加油加油，哇，现在连刀子都怕，加油加油。我们现在看看他吃到多少，来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大家欣赏一下。哇，还是很厉害啊！那一大片已经结束了，要1块半，要四分，快半，一块又三分之二，哎，这应该有60-70盎司超过了。请问你现在100有薄的感觉吗？5分，是比较腻的感觉，比较腻了啊，因为只吃单一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是，哦，不用了，因为这牛排到后面也会开始有点冷掉，对对，因为来杯红酒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为今天来到这里几位女生，我们要掌声鼓励，每个都太厉害。